咱即马今仔要来食迄个八十岁的吴医生啊所介绍的牛蛙店。来，伫这个所在叫做阿鲁，阿鲁妥妥一家，鲁啊哈。啊，这爱炸瓦固，十几分钟，哈，十分钟，十分钟啊、哦。真、嗯、哦。嗯。啊，今麦做啥？在扛鸡汤。扛鸡汤啊。鸡汤。啊，扛鸡啊，鸡汤爱扛啥？啊。啊，扁鱼，扁鱼哦，哦，扁鱼为主了哈，哎，扁鱼才会胖，啊，哎，扁鱼才会胖嘛。啊，这在做瓦固啊，啊，那汤爱看几下看瓦固，看汤哦，哎，啊，半点钟，看几下看半点钟啊，哦，较大地哈，哦，这大地。啊，敢有鱼卵？没有，现在都很少。现在都很少。啊，恁要两个小的鸡，一个大的鸡。哇！哦，几只啊？这吴爸爸介绍的，八十岁啊！好好吃好。嗯，好吃哦。要两块炒，我老爸吃这个嘛。要两块炒。嗯，完了之后，你讲话嘛，你讲话，你讲话。现在阿朱来这包十几斤嘛，在等加拿大。啊？冷冻的，去加拿大。等加拿大包十几斤啊？对啊。要大的啊，要大的。要大的啊。阿多冷冻。嗯。阿冷冻啊。阿你要采个济嘛吼？嗯嗯嗯。啊，采足足啊，冷鸡落去。嗯、哦，啊，就当吃啊嘛。带来咪好食，讲袂了。讲袂了。哦。你咪食啥？大行都好食。大行都好食。啊，迄个神秘秘你有去食吼？有啊有啊有啊。啊，后头要介绍啥？讲袂完。